院长，好消息啦！你的计划成功啊！嘞，正是了，天长机构的股票哦，已经连续七季的跌停板啊！那你即马是我立定好机会啊！哈，稍等，稍等，小张，我咧惊讲哦，这内面敢有啥物问题啊？伊就讲有问题，伊只老狐狸无可能食亏，嘛无可能甲只狗鬼吞落去。是啊，所以哦。咱也是小可怜者，以防万一啦。嗯，那你，咱去看麦啊。喂，姚总，我是不是今仔就你看无路单？无唔对，你到底想创啥？你唔免惊啦，你伫变什么办，我拢知。也唔过吼，我即马有足重要代志要找你。 毋知影你是毋是肯拨一寡宝贵的时间来甲我见面？你甲我讲是啥物所在？我随过。公司边仔公园。好，我过去。嗯，我等你。我这边绝对好我款待你这位亲爱的大兄。 你若签好，你就会当走。歹势，为着我林家无必要让人糟蹋，我是无可能签。我看你是唔甘签吧？我是讲，我若坚持唔签，你敢唔签？你即马是搞动作，还是吞笑？我无受别人威胁。我佮你讲最后一遍，你若签了，你就会当走。 小鬼！你不要出现我！你这么不要对付你！慢点，给抓到！ 新疆那起啊，你久啦！姚总生意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我袂放心的，我袂再新疆。姚总，你咪到，我袂再新疆啦，我随等啦。姚总哦，又新疆出去啦。姚总又新疆。 新疆明明就讲姚总叫伊在这个公园啊，哪会无看迄人啊？新疆手机安来伫遮？敢是出什么大事啊？ 我物件要给你。
你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唔免，我根本都无相信你这个人林家，所以你提的物件对我来讲拢完全无意义。哎呀，我是真正想要悔改，这个杯是我为天台爷所带来高配的桃树，你本来就不是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请你收起来。过去有个台给死啊，为了你，为了星球，我愿意付出我所有一切。我知呀，你现在一点不得相信我。我无这个权利要求你相信，也不过我相信世界只有一切。哎呀，为着成就，为着咱的家，你就要坚强的活落去，知无？有空台过去都亲像是一个恶魔，现在他说要改变，我敢要相信？空台，我刚才跟你讲几句话。两处打击你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赢你输啊，你还不过实际上呢，是我一点输啊。我利用不得手段所得到的，拢是一挂生活之本。啊，那你呢？你所得到的是人生中上最重要爱情，也够亲情。我信你呢，我信你心中的你这个爸爸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打击。我嘛信你。过去我是一个无悔无目屎，为着目的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人。我想这也是上少看袂起我的原因啦。媳妇，你敢不愿教我教？爱安怎才会当做一个爸爸无？其实哦，我嘛不是一个好爸爸。我对性情的亏欠嘛真多，所以伊未必够回来，我就尽量关心伊，弥补伊。我嘛想要弥补伊，关心伊，也毋过，也毋过，伊是毋肯给我这个机会啊。这是需要时间的啦。我真要需要时间啦。也毋过，今日我想起，阮爸阿囝反目相杀。我的心就参一朵雷瓜，沾雷茶。袂输你一直提醒我，提醒我是一个世界上上歹的爸爸。媳妇，你知无？踮在这个世界上上加艰苦的代志，就是面对家己亲生囝所无得孝敬。你敢知影我的痛苦？
我真正是无得搁再等落去啊。其实有一个方法，紧讲有效。什么方法？一滴爱，爱，无对。虽然只有一滴，但是值得咱每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、去体会。啊，什么代志，拢站伫对方的立场来想想，安尼就对啊。洪太，你若有心想要挽回成昌，就要赶紧去做，因为我烦恼。你烦恼啥？你唔通袂记者，你阁有姚总一个囝的，你嘛爱顾虑姚总的感受。当中重大出现，嘛引起伊甲信昌中间的误会甲冲突的。喂，哎，永华，信昌无怪啊？那安尼啊？哦。我猜，姓琼安怎？阿英有讲哦，姓琼接到姚总的电话就走出去啊，伊未放心对伊看，啊结果无找到姓琼，煞找到伊落地涂骹的手机啊。哪安尼啊？洪太，啊你想，姚总敢会对姓琼做出什么不利的代志？我现在去找姓琼。有空抬这只银田鬼，爱大发慈悲，想要立信昌这个后生。我着拄好利用姚总弯道的心，弄到小家。我着看有空抬要安怎来收煞。既然老的歹控制，就利用姚总这个布袋戏红啊，随在我人。三万这只鱼啊，都轮到我来坐啊。我得到权势甲金钱，我就啥物拢有啊！安尼我就是这个世间上好爷的人啊啦！喂，大哥啊，姚总刚去找你。好，好，我知道。家己袂晓爬起来看卖啊！你即摆是创啥？我咧创啥？天公伯也是足无讲，阮爸爸已经有我这个囝，为什么我走出你来搞小手？你放心去做永乐台后生，我心目中的爸爸是江世文。你假情假意，你硬做。我想了想要逃，林新昌，你太敖做人了。你若真正无想要做有空台的囝，我就给你消息。你到底在惊啥？你讲我惊啥？无唔对，我足惊的，我足惊你抢走我的爸。自从你出现了后，阮爸爸心内只有你一个囝。伊目睭内敢看会着，你看袂着我。伊把你当作是宝，把我当作是笨手。你自细汉真好食好，有爸母疼惜。我只有阮爸爸陪我到长大，是我陪伊欢喜，陪伊生气。你敢为着伊做啥物无？伊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准任何人抢走阮爸爸。我恨你的出现。我恨你出现抢走阮爸爸对我的爱，
伊是阮爸爸，是阮杨耀宗一个人的。好啊，你是讲啥袂？我是代念你是我的亲兄弟，我才会吞论你。有可能是你一个人老爸，伊的财产拢是你的，安尼有够无？无够，安尼无够。对于你签名，白纸黑字才代表你放弃一切。我本来就无什么字，我是安怎来签？你是来逼我对付你？伊真正是欺人太甚了你！你莫逼我放手，你签字啦！我唔想，我是讲我求你，结果拢同款。你若相信，你交柳去；你若唔相信我，你放手。小周，你莫放手！要不你叫我先痛下，你赶紧大海救起来。妈，我甲信聪两个人，互你选一个做囝，你会选啥？你两个都是坏囝，袂用的。你敢会当选一个？你会当选啥？小周，你安尼是无面苦啊！真正要选信聪做囝，你袂记我，我就成全你。你两个都是我后生，我两个都会死。你敢救起来？我恨你，我恨你抢走你对我的爱，你抢走原本我的一切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我无遐勇敢来做我的老爸，你是安怎不相信？爸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叔叔念念要恁的囝，伊根本就看轻你，不爱理你啊！其实我干的是你没管，请给我放下，你放手，放手。大官，安排家己的囝甲秦某约会，恁爸阿囝到底是把我当成什么？伊阁叫你去约秀啊，莫管我，你话早就走，就我等你唔管。恁爸阿囝真正是食我食到够，欺人太甚。是，是，拢是我唔对，我唔对的是，我袂用开目睭八无金，为着你好去秀馆。我唔对的是，我袂应该听我妈的话，甲你带入门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讲你后悔带我入门？我唔对，我真后悔，我十二万分的后悔，我哭袂当，踏入这个婚姻的苦海，这个梦断清开啊！你意思是要跟我离婚？假使你若愿意，我真正是谢天谢地。我就唔是一双破鞋啊，和你亲过，话过，讲淡就淡。吴兆万，你想要跟我离婚，搁去找秀婉，我不可能让你达成愿望，除非我死啊！那不，你别想要跟他秀婉斗阵。我跟你讲，你给我等来。刘义德，你是不是要去找秀婉？我要来去病院宿舍困，安尼我的耳孔较清澈。我不准你去。我无想要去宿舍，你踮遮继续念袂煞，我无爱一天干唔翻袂煞。你想要去找秀婉，你敢是我唔知影？你八戒呀喽，去三吧。阿碧呀，你是要叫我又搁咧冤声，安尼伫楼顶就听你大细声，啊？妈，小婉跟我还，跟我还。可我真的就伤心，我就艰苦的。妈，爸，个小婉，头头又是我给吃饭。你的心目中，感觉我真唔甘心不？恁爸个小婉去又秀我吃饭，这是恁爸唔对啦。恁唔通搁再伤心啊！我若有机会哦，我会教死小婉。啊，
卖个好。唐艳玲，唐艳玲，头家夫人搁行了两百了啦。我来看麦。昨晚讲伊后悔错误，想要教我切，哼！我才看你有啥物办法，将我赶倒去日本。我毋是秀娃，我无遮尼容易，就放你走。林川啊，你有感觉较好无？有啦，心脏有较好啊，较袂遐喘啊。我拄仔看你安尼哦。我是足烦恼。你讲爸啊，你是安怎要让我吃到遐侪岁啊，才来拜到这种镜头？好未好，死未死啊！你若唔让我死死的较开气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你若是我咧，你若是安尼，放我做你去，你是要叫我安怎？哎，啊！恁规工冤家扭济，厝内无平静。恁阿老母闹到要离婚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活落去？唔是我爱讲，焦万已经结婚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带焦万去甲秀月见面，啊，才来互富美歹看。你是唔是会使让因阿阿母冤家？啊，见面又果是安怎？哈！啊，刚果咱阿公母离婚了后，就一定爱派面相看，啊，一定爱做完收人，煞袂用做朋友是毋？世间有几啊做母的？巴肠会用遐尔宽，会用互翁甲情母牵拖袂清。尤其你这个做大官，你叫富美哦，是要安怎看你啊？啊，讲到富美啊，伊俩真正有友好。有尊重我这做大官了啦，我是安怎会去想的已经离婚的新妇啦？你家己望良心讲啦，自从伊离婚了后，你敢捌用过以前的一杯茶，伊煮的一顿饭啦？啊，伊就脚手较含慢，啊，未晓煮食，这边哪样怪？没有影啦，伊若未晓哦，你就捡起来做好死啦。妹妹是心妇，啊，当手啊较早吼，做甲老倌，互你嫌较老软。啊，即马富美哦，伊若做无好，啊，你就替伊讲话啦，啊，替伊做啦，较食，伊安尼做，敢会受大细心？啊，无穿，无比拼，我边来知影讲富美甲手啊差侪。对，你即马总算是讲一句良心话啊吼。有影啦。秀月哦，较早是为戏做过来，也唔敢甲应催应气，也唔敢顾忌我。我安那个徛起哦，安那个糟蹋，伊嘛对我足吞忍。无唔对啦，到富美就完全无同啊，看起来温顺，迄拢是假的啦。你生一个孙，伊也唔肯，要拜托伊做一件代志哦，我都一大堆的理由啦。你也不是唔捌看过这厉害的查某，我即马知影后悔啊！啊，不过这个新妇是我介意，是我甲娶入门的，啊，你即马是要叫我安怎？阿江啊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害着焦焕，你知无？敢讲我阿目睭经由看两个离婚哦，啊，我唔得家己扇家己的嘴皮，啊，敢讲叫我这新妇无好，我笑破人的嘴个。啊！你若早知影安尼吼，迄当时你就唔通安尼，甲人糟蹋手噶咯。这都是哦，报应到啊！妈，妈，我安怎无？血也降下来，无代志啊啦。你奶奶过得好啦。离婚才两日，这么简单，都会将我的嘴脸讲出来，我哪会当无伤心？人讲哦，小妹无好话，那是将我咧受气讲的话，咱莫甲囥在心肝内，哈、嗯？
我这么爱伊，应该当你对待我。何必啊？不是妈爱讲你，咱做某的人，当时啊，甲翁讲话哦，爱较轻声细碎。你卡袂到，就要甲大细声，啊，无就安尼糟蹋伊的尊严，不怪伊的受气。那我做唔对，不过伊是时多，我无法度甲伊计较。啊，不过，小歪是我的翁，伊甲钱无头来暗去，敢讲我这个做某都一定要得点点。啊，因见面啊，已经见面啊。焦婉嘛得到你的教训，伊嘛知影你咧受气，伊有甲你尊存，这件代志哦，咱就刷刷去，卖阁追究啊，嗯？我想要尊重，阿母焦婉伊唔肯，伊即马想要赶紧甲我离婚，倘我甲小婉做伙，妈，刚讲这个时阵，你阁要急点点？是讲哦，虎皮啊。有当时啊，你将伊啊跌甲死死哦，你也不怪哦，叫我无法度甲你生活。妈，你是妈意思？你意思是讲，你嘛赞成我甲叫我离婚？我，妈，你唔免甲讲啊，我一个眼神，我看会出来。我一个媳妇，真无合你的意。虎皮，妈，是累了。我一个媳妇，这么含慢，阁有你对我的期待，妈，是累了。虎皮，你先呢？妈。我就想要吐的，想要吐，你是不是人艰苦，还是好了伤厉害，才想要吐？我这个情形已经几啊天啊，几啊天？何必啊？你敢会有心啊？来来来，有心，乔安就不爱听我，我爱这个囡仔，有什么路用？我可以给他提掉。无喏，你是焦婉的母呢，我哪有可能和焦婉跟你离婚？搁再讲，你这巴肚内底，搁有阮母家的亲骨肉啊！啊，不过，我紧啊，来，扶你坐。有妈在的，妈好你去，哈。阮五家要有后事啊，啊是足好。妈，妈，先莫这欢喜啦，我到底是不是真正有心？我嘛唔知影。戆囡仔，病院咱家己开的，咱煞不要来病院检查一下。行，我带你来。妈妈，我这么脚拢手软，无法度行。搁再讲，我若去病院，叫我若看到我，我若讲无两句话，一定搁会起冲突的。阿伯安怎？咱到巷仔口遐，唔是有一间检验所？啊对吼，啊无我带你来。这里哦，南京杨叔，我希望你会当给我倒上。这的钱我袂去收的。你的意思是讲嫌钱太少？你钱的问题是关系到我的职业道德的问题。陈先生，我知影我不应该要求你开假的检验单给我，啊，不过我会安尼做。是想要挽救我的婚姻，挽救你的婚姻。我不出来，检查结果唔知是安怎。啊，夫人，结果安怎？恭喜你，你新妇有心啊！啊，我也有心啊！我想要跟伊讲几句话，好好去祈福。你甲我有啥物通好讲的？你走。我唔走。
你唔走，我要讲两句。秀华，你到底想要跟我讲啥啦？秀华，我真正是无法度忍受，我无法度再跟富美继续生活下去啊！你跟我讲这有啥物路用啊？秀华，你唔知影，富美变得足无讲道理，变到足可怕，我真正足痛苦。我决定，我要跟伊离婚。秀华，你昨晚过去，我给伊离掉，伊敢知影？我差点要活不落去。坐了今晚，我已经用痛苦的情感走出来。你敢知伊对我的伤害有偌大，有偌深？秀华，我就是讲。我的父亲会当给你一个教训，啊，不过你无反省你家己，现在搁要伤害富美，你连富美搁行同款的路是不是？那是伊家己做得来。对啦，我甲富美拢有误对，那你呢？你甲婚姻当是咧比囡仔戏，一个搁一个婚姻，今日变到这款地步。你拢摸唔着心，我就是讲，我是你伤害最后一个，想袂到同款悲剧，佫发生伫富美身上。你就是讲，你今日甲我讲啥，我就会可怜你，同情你心。我甲你讲，我只会同情富美，而且佫较看袂起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，你现在马上出去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无想要看到你，出去。秀华讲了无唔对，千错万错拢是我的唔对，我哪会走到这款地步？乔万啊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我安尼四界拢找你无。你最后要从啥？我要跟你讲一个天大地大好消息。安怎？你是不是要跟我讲，富美已经离开咱家？外面阁有迄个小查某落来想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妈，你害我错过一个阁一个，你嘛害我伤害过一个阁一个查某。秀华甲富美你拢无满意，你是不是应该阁安排一挂人来环境？你阁去找秀华？你明仔又阁去找秀华啦？我心情无好。我少点手啊，是安怎我都袂用去找伊。你要做老爸啊？你要哪样？佮甲前母牵头袂清？我要做老爸。父母已经有心啊，你要做老爸啊？有心。我拄啊吼，呾带伊检查，这是检查报告，你家己看。乔万，我甲你讲，我唔管吼，你佮父母安怎冤？伊即马巴肚内底已经有咱黄家的子孙，你爱好好对待人，知影无？真有可能。医生。现在退药中的经验，你别真的着急，你较冷静。老陆，现在是谁是什么人，我不知道。你叫我是阿罗冷静啊？没啦，药中够少年，一定我都平安度过这个难关。
不能管到我。公太，姚松今嘛怎样子？以后你在这里急救啊，已经离开两点半钟啊，杨哥什么消息都嘛无。信聪啊，啊你两个是安怎讲的？奈讲到变安尼啦？我唔知影，迄长春场面真混乱，姚总你帮我说，你只个请押出来。姚总甲请押出来，安尼讲起来，请唔到第一姚总的手头，啊来去想着伊家己。是做做姚总，所以。原来你是为了要保护信聪，姚总一切，这拢怪我，我一心一意，是要让信聪倒当我身边，要让伊尽做贵重。也不过我煞无顾虑到姚总的心情，再加我是今仔的代志。只是人的尊严，都会看到这两个无辜的囡仔。我现在是无能看伊两个兄弟安尼相杀，所以才会做到。秋哥，我现在就感谢。你想要在这责备你自己，我看你先去求神保庇，保庇姚总这边平安渡过难关。姚总那告诉什么三两两地，叫我你发誓不要对起。不会的，姚总伊袂有代志，你莫有白想啊。林尚是余老总的家属。我是。伊状况安怎？伊大量的出血，偏偏啊伊的血型非常的特殊，阮已经可能一时无多找到这种血。我是唔捌吧，我爱当关怀好伊。你敢是 RH 阴性的血型？我不是。安尼恐惊袂用的。医生，我是 RH 阴性。要不过姚总对待你安尼，你敢真是要救伊性命？莫讲伊是我刚被高贵小弟，我做是丈夫人，我拢会安尼做。就，多谢你，我真正是多谢你。医生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？我安尼，你对我来。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只要你会当活下去，你要什么我都没跟你计较，我都会给你，只要你好好活下去。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可能那个做做唔到的所在，你会用处罚我。也不过姚总这个囡仔是无辜的，
希望你一定要保庇伊度过这个难关。我求你。爱袂着。